好球。好球。哦。马林跟郝帅啊这类的偶像。嗯。抢拉。天津是在渤海银行天津在客场。3-2战胜了四川，一方面或者心理方面还没能达到这么打进前六名。打法现在7-5，所以就说的好帅，好球。好球，余热还是奉献给自己心爱的事业。来看这分，好球！你看前面九平的时候，好球，好球。那这个就好，所以导致拉9-5。这样分的优势，先胜。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浦东鲁能是2胜。而渤海银行在中国乒乓界这种团队意识啊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当时的这种奥运会啊，所以他这种行动都是啊大家这中国乒乓队集体主义的中国联赛的品牌，也是他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对，所以你看比赛拉丢的话，就这种过这种质量过去也没有什么好球好果子吃。我觉得他主要输在第一局，第一局的话这个郝帅还没有从这个国际公开赛这种氛围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当中也增加了变化，对吧？对于郝，尤其对于郝帅这种变化，张超他出一些化解的办法。好，刚才我们屏幕下他也算是现在第二集团吧，第二集团像江苏，江苏在现场一些情况来说你还是自己定，但是的确他果然用了波尔拿了2分，是吧？好球，也没了什么顾忌，也没了什么包袱，是吧？所以打得很有侵略性，很有压迫，满满发力。有些球没有合位，他赢了。到第三局，所以我们说这个啊，王励勤嘛，他的李晓霞，他的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他们是打实力。稍微弱一点还是对球的悟性，我打球硬点了。对，但是他猜到你打的正手，他事先有所准备的话，他还能不能拿下比赛，还是张超有更大的作为。反手拔住，哎呦，这就没办法。现在8-7。再变，好球，侧身对拉，哎呀，这个球啊，我们看到郝帅是转。